师傅，您稍微休息一下，我打个我做个公益广告吧。尊敬的各位佛友，大家好！全球千万信众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于2017年新春之际，再次莅临新加坡举办悬疑众数万人大型解答会，用佛法智慧开悟众生，为有缘大众点亮心灯。恩师卢军宏台长20年来孜孜不倦，全年无休，致力于在澳洲及全世界弘扬佛法精髓，推动慈善事业与文化和平交流发展。至今已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拥有1000万信众，以无疆大爱惠泽全世界有缘众生，引导无数众生再续佛缘，启迪智慧，改变命运，重获新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佛学及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卢军宏台长在全世界弘法度众的卓越成绩，不仅受到世界宗教界的肯定与嘉奖，更是获得世界学术界及西方主流社会的首肯与赞誉。虽然弘法异常辛苦，但师父从没有想过停下脚步，因为师父心中都是众生。卢军宏台长说过，他一生就两件事，第一，弘法度人；第二，做慈善，帮助更多的人。蒙菩萨恩泽，此次法会将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举行。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坐落于美丽的滨海湾，设有6万个座位，是全球跨度最大的拱顶建筑，世界顶级的室内体育场。大家在聆听台长的法音，感受菩萨的慈悲之余，还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滨景色和壮丽的新加坡城市天际线。更加荣幸的是，师父这次将会在新加坡开启第一次弟子辅导开示，为千千万万个弟子增长智慧，教导弟子如何圆融的度化众生，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人山难得，法法难闻，法言殊胜，机会难逢啊！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诚邀全世界佛友共享如此难得的壮观弘法盛会，届时您可以亲临现场，近距离感受菩萨睿智的思想、强大的加持力、感人至深的慈悲，您一定会受益终生。这是我们多生多世与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宏台长结下的佛缘，才成就了今天的殊胜因缘。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欢迎全世界各地佛友踊跃参加，共沾法喜，共获法益，共沐佛恩。最后，全心灵法门共修会告诉全世界的佛友，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一起珍惜师父，珍惜能和师父相聚的每时每刻。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全体同修。我帮你配音配的怎么样？师父刚刚给你配音了。啊，惭愧惭愧。哎，你慢慢仔细听啊！你帮新加坡公学会做广告，师父看你搞个配音。因为新加坡师父对这次新加坡法会也是特别重视啊，我希望更多的佛友去公展法义，参加师父的法会啊，很多人会很多人去的，会很多人去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师傅，今天的问题就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师傅的配音啊。师傅再见，师傅。再见。慈传世间离苦妙法。点亮众生智慧心灯，他是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是世界著名华人佛教领袖，他是2012年度世界和平奖佛教获得者，他在2014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上荣获世界和平大使殊荣，他
更是荣居2014年中国人物年鉴中100位华人之一。他近10几年来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澳洲各大城市、美国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加拿大多伦多、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引起巨大轰动，并为世界传媒所广泛关注和报道。他就是全球上千万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卢军宏台长不畏艰辛，不辞舟车劳顿，每到一处一下飞机来不及休息，来不及倒时差，就在第一时间与当地佛友们见面并开始，抓紧每分每秒向世界各国信众宣扬佛法的正知正见。我们是菩萨在人间，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要让世界和平。运用幽默智慧、善巧方法，引导众生窥破阴阳，以菩萨心、菩萨行，利益众生，敬畏天地，知因得果，彻底改变自己，放下执着，这是我们唯一的成佛之路啊！无数佛友聆听法会开始后，开始学会感恩、断恶修善，当下发愿弃荤吃素，念经学佛。无数佛友经由卢台长指点后，破迷开悟，脱离困苦，远离灾病，改变命运，阖家幸福。你想家里好，我今天把你毛病给捡出来了，你要对父母亲孝顺，你太太啊爱你啊就像爱孩子一样的。有多少人不孝顺，夫妻关系不好，都知道积极化解掉前世的怨结，都改变了。有多少人在人间执着名利，都改变了。多少医学上无法医治的病痛患者恢复了健康，他平时站不起来的，我叫他站起来。多少久病卧床的残疾之人重新站立起来，多少濒临分离的夫妻重归于好，多少不育的夫妻迎来了孩子的欢笑声，多少离家出走深陷赌场的浪子回头，重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啊！心灵法门救度了多少的苦难众生啊！期间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心灵法门悬疑综述大型解答会，传承佛教精髓，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的智慧，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传播正能量，让菩提智慧闪烁时代光芒。2017年2月，卢军宏台长将率领他的全球弘法团队再次莅临美丽狮城新加坡，届时让我们在设施先进、美轮美奂的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6万名佛友一起聆听大师的慈悲妙语，感受佛法的智慧慈悲。2017年2月18日，让我们再相聚佛光普照的新加坡狮城，热忱欢迎您的到来。